6月6日凌晨，刘洲成在微博表示自己将离开待了10年的天娱，并表示很感激加入了至上励合，每个成员都像最重要的家人一样，我们深爱彼此。6月6号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梦开始的日子。10年前这一天，我进入了天娱传媒这个大家庭。光阴似箭，我们一起在风雨里迈过了一个年代。他还表示，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，有人想把我们这10年的努力毁掉，我心里很气愤，很多话想说。不管我们未来的路会怎样，边走边唱，边走边看，再会天娱。